是我确诊的第17天，现在是一个没味觉的状态，我超痛苦的。因为我想吃个巧克力蛋糕，都完全没有味道，就只有在吃鲜奶油，然后还有一个软绵绵的蛋糕体的感觉而已。既然这样子，我的肥胖计划拍不了，那我就来拍一个自助餐，用一个没有味觉的状态来吃，看我可不可以从食物的口感上分辨出来到底是什么食物，是盲测的意思啦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走喽。大家是否都在调大音量呢？别急，别急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这个人脑雾，他没有开麦。第一题，炸臭豆腐很泡菜。看起来有点大口啊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嚼啊嚼啊嚼啊，嗯，舔一下，摸一下。他说他感觉是个炸物。然后经过他的小脑袋继续的思考思考思考，哟，有话了啊。他说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是一个豆腐，然后外面的那个软软的我就吹不出来啦。嗯，我再嚼一下。啊，好像还有点甜甜的呢。嗯，这是炸豆腐吗？炸臭豆腐。嗯，是。哇，我猜对了。于是就来到了第二题，韩式炸鸡。嚼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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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经过他缜密的推断之后发现，诶，也是个炸物。然后它还有点甜甜的，韩式的炸的炸猪排吗？是吗？结果原来是韩式炸鸡呀。看得到，吃得到，却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呢，哈哈哈哈哈。只知道外面甜甜的，粉粉的，炸的，两者都过关之后，他还想挑战第三个。第三个究竟会是什么呢？等待等待，哦，有人生气了啊。炸鱼，炸鱼，这次是炸鱼。哎呀，这个词真难念啊，一口塞下去，砍哦砍哦，一嚼就发现这是炸的，外面有点酥酥脆脆，里面软软的呢。嗯，炸鱼就是炸鱼。冰猫冰猫，究竟这个小姑娘为什么可以猜对这么多次呢？哦，原来是她吃得出酸甜辣，只是吃不到气味肉香，只剩口感。接下来我们的小姑娘要挑战雪碧和 Cola。 首先呢，雪碧先来一杯， Cola 再来一口，咕噜咕噜咕噜，究竟我们的公主犬犬可不可以分辨得出来呢？看来是不行，哈哈，不行，这连没有确诊都分辨不出来的呢，哼哼。为大家展示一段有趣的影片，主题叫做《没开麦之歌》。喂，你是不是没有开麦？哈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那又怎么办？哈，真的没有开，真的没有开。噔噔噔噔。现在开。怎么办？啊！这一次是什么？火锅系列吗？还是都是混的？甜点 ，yes， 甜点，超期待的，来吧！啊！甜甜的。第二个有咖啡味，那应该是这个吧。那，啊，可是这个我吃不出来是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张开眼睛看才知道它，哦，它是 cheese 口味的。但其实我都可以猜中，哎，那我其实蛮厉害的。张开。这什么啊？张开。
前面那个好恶哦，前面那个是果冻吧？中华豆花。这是一个这个。是吗？对。第二个是这个。对。这个蛮好吃的，可是吃不出来是巧克力，吃起来一个慕斯的感觉。喝的。好。烫哦，烫哦。甜甜的，有芝麻粒，有芝麻粒，奶奶的，烫哦，好有障碍哦，这好甜哦，然后有一个鸳鸯奶茶的味道，是奶茶吧？这好喝，有一个茶的香气，它很浓，不错。刚开，好，刚饮料加一杯的。怎么会有芝麻味？芝麻是什么？芝麻应该是绿茶那杯吧？因为第一个的口感比较有一点沙沙的感觉，然后第二个比较滑顺，这个看起来。是第二杯吧，是吧 ？Yes。我觉得你大方向的。嗯，我也觉得。这种细很细的才很不错。因为我吃食物就没有快乐的感觉，没有它的香气，没有它该有的香气，我都是用大脑在吃东西。失去味觉的话，你最推荐大家吃什么？我觉得刚吃最有味道的是韩式炸鸡。还有嘞，甜点的。要失去味觉的话，推荐大家吃。吃这个蛮有味道的。第一个是牛肉蛋糕，完全吃不出来。很重。这我也吃起来没味道，鸡胗就只剩脆脆的、Q Q 的。啊。是吗？是什么？怎么开啊？我已经吃完了。我已经吃完了，再吃。要再吃一口。对，你要直接开。啊？真的吗？现在看得到吗？我已经忘记了，没有味道。花椰菜。对。厉害吧？太认真，你那个好胜心太强。不赢不行，换你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不可以看哦。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不行，你要用你想象中的。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个品相叫什么？就是你要想象你以前的那个味道，你以前吃过的那个味道。没有拿破仑分派了，看他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哦，好吧，慕斯蛋糕，来吧。好，拜拜。榴莲，这超重的。是什么？开一口，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来一口。没有喝啊，可是我真的不行了，这个不行了。什么口味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要再试一口。你这个是已经不是在挑战，根本就是想赢而已了。所以是另外有什么？芒果。啊？芒果味道很重啊。榴莲蛮香的，再试一口榴莲。一个是杏仁，一个是巧克力。来哦，来哦。不
来木棍的味道。好，睁眼。来个，我障碍。这个正常的也分不出来。我以为它可能外皮上会不一样，但真的不行啊！还想偷鸡啊？我睁眼看着它都分不出来，哎，没感觉啊，我分不出来，哎。有味道吗？没有味道。那你现在在吃什么？爽感，是一种甜甜的感觉而已。吃得出来甜甜的，他拿了这个，然后问我是哪一个。依照记忆来说，这个应该是第一个，因为这个的形状跟这个的形状切的不一样。会用这种奇怪的，又不单纯。今天的心得就是，我觉得我没有在吃到饱中得到我以前的快乐，因为我吃什么味道都差不多，我连刚刚吃这个。我就吃到摩卡的味道，然后榴莲的味道也是吃两口就没了。生乳卷蛋糕也是一样，就完全没有奶香，然后只有奶油的滑顺感跟蛋糕的感觉，然后也没有蛋香，害我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吃什么，然后觉得很难过。食物的味道通通都不见了，我决定要去看中医了。好好吃药，拜拜。